奥运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海关进口税则第22041010号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10年12月20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中召集委员嘉宾担任主席，财政部苏部长建荣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对法案进行讨论及协商，并经表决通过，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阅读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中召集委员嘉宾补充说明，宣读完毕。中嘉宾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报院会因协商已逾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1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愿于本次会议提出讨论。现在进行广泛讨论，未有委员登记发言，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第22041010号。修正第22041010号之低栏税率，宣读完毕。没有委员登记发言，请院会照审查会议见通过有异议，没有异议，照审查会议见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修正第22041010号之低栏税率，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海关进口税则第22041010号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请林楚英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谢谢院长，谢谢立法院各位同仁。今天立法院三读通过海关进口税则第22041010号修正案，关于香槟关税合理化，我必须再次强调，它是香槟关税合理化，因为它达成的是民众实质受益、巩固台发邦谊、强化对外关系的三赢局面。依照现行的烟酒管理条例，葡萄酒和香槟一样都是酿造酒类，但是关税差了1倍，也就是说进口香槟的关税高达20%，而一般的葡萄酒、红白酒税率只有10%。相形之下，其他的邻近亚洲国家，例如菲律宾，香槟关税是5%，而南韩、日本、香港及新加坡都是0%。可见不合理的香槟关税，凸显的是我们的国际在国际贸易上的关税壁垒过高，徒增民众的荷包负担。而香槟关税合理化更是可以为台湾外交加分的重大法案。法国为我们在欧洲第五大的以及全球第20大的贸易伙伴，商业往来是非常频繁的。尤其是现在现任的总统马克宏，在他的任内做了很多台法关系的相关的历史意义。而这半年来，其实我们看到法国的国会不止来访，甚至于提出了许多的友台法案。对我们来说，台法关系是我们进入欧盟非常重要的窗口，尤其今年欧盟的轮值主席又是法国，因此这一次的法案过关是台湾扣关迈向欧盟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跟指标。今天香槟关税合理化三读过关，本席希望借由关税合理化，让民众有更多的饮品选择之外，能够减轻荷包。另外，相对关系合理化，也让台法两国的外交以及经贸能够展开更多实质互惠的行动。谢谢。谢谢。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4案，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10年9月29日及10月13日举行权益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钟兆景委员嘉宾担任主席，财政部苏房建荣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被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对方案进行逐条审查及整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及协商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阅读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钟召集委员嘉宾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众委员嘉宾补充说明。众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党团协商。另委员李桂明等拟具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经第四会期第七次会议决定，经复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报院会，本案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协商时间111年4月26日9时19分至10时1分10时46分至14时8分，协商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法案名称关税法修正案。协商结论：一、第25条含立法说明如后附。第81条至第83条之一增订第83条之二，第84条至第86条增订第86条之一，第87条、第88条至第91条、第93条均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二、第77条、第79条均照协商内容通过，如后附。三、第28条之一、第73条、第74条维持现行条文。四、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如后附。五、其余照审查会意见通过。协商主持人尤锡坤、蔡其昌、柯建明、郑运鹏、陈欧珀、林楚英、王美惠、曾明忠、万美玲、李德维、张其禄、邱成远、赖香林、邱显志、王婉玉、陈娇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异？没有异。本案逐条讨论时，经依协商结论处理。关税法，请宣读第14条。第14条，转运转口货物之通关，应填具货物舱登、转运申请书及其他转运转口必备之有关文件，由运输工具负责人、运输工具所属运输业者、承揽业者或财政部指定之业者向海关申报。转运转口货物得经海关核准，暂时储存于货站或货柜集散站。第一项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管理指定之业者与前向货站或货柜集散站业者就转运转口货物、货柜之存放、移动、通关、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25条。第25条，未经海关放行之进口货物、经海关验封之出口货物及其他应受海关监管之货物申请在国内运送者，海关得核准以保税运货工具为之。经海关决定之保税运货工具应装置及时追踪系统，其载运前向货物应加封车机封条，维持及时追踪系统正常运作，及传输电子资料至海关指定之资讯平台。第一项保税运货工具所有人应向海关申请登记及缴纳保证金，其应具备之资格条件、保证金数额与种类、申请程序、登记与变更、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运货工具使用管理与前项保税运货工具之指定、及时追踪系统之规格装置、车机封条之加封与解封程序、维持及时追踪系统运作、电子资料传输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增订第26条之一。第26条之一。依本法登记之货站、货柜集散站、保税仓库物流中心及其他经海关指定之业者，其原有海关监管之事项，海关得依职权或申请核准实施自主管理；经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之业者，应至专责人员办理自主管理事项。
海关对实施自主管理之业者得定期或不定期稽核，第一项自主管理应办理之事项，业者应具备之条件、核准、废止，专责人员应具备之资格、任务、人数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二十八条之一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第七十三条维持现行条文，第七十四条维持现行条文，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五条，海关依第十三条第二项及第四十二条规定进行调查时，被调查人规避、妨碍或拒绝提供资料，到场被询或配合调查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通知限期配合办理，即其未配合办理者，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为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七条，依法办理免征记账及分期缴纳关税之进口机器、设备、器材、车辆及其所需之零组件，应缴或追缴之关税延不缴纳者，除依法移送强制执行外，自缴税期限届满日或关税记账之翌日起至税款缴清日止，照欠缴或记账税额按日加征滞纳金5%，但不得超过原欠缴或记账税额15%。中华民国111年4月26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时，欠缴应追缴税款且尚未计征滞纳金者，适用修正后之规定。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七十九条。第七十九条，外销本原料之记账税款不能于规定期限内申请抽销者，应即补缴税款，并自记账之翌日起至税款缴清日止，照应补税额按日加征滞纳金5%，但不得超过原记账税额15%。且向记账之税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征滞纳金：一、因政府管制出口或配合政府政策，经核准超额储存原料；二、工厂遭受天灾、事变或不可抗力之事由，经当地消防或税捐稽征机关证明属实；三、因国际经济重大变化，致不能于规定期限内冲销，经财政部及经济部会商同意免征滞纳金；四、因进口地国家发生政变、战乱、罢工、天灾等直接影响订货之外销，经查证属实；五、在规定冲退税期限届满前已经出口，或在规定申请冲退限期限届满后6个月内出口者，中华民国111年4月26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时，欠缴应追缴税款且尚未计征滞纳金者，适用修正后之规定。宣读完毕。照协商条文通过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一条，经营报关、运输、承揽、仓储、货柜集散站及其他与通关有关业务之业者，违反第十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办理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通关资料之登记、管理或通关程序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之连线报关。宣读完毕。照行政院协商条文通过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二条，经营与海关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通关资料业务之通关网络业者，违反第十条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营运项目收费基准、营业时间或管理之规定者，由财政部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通传输通关资料业务或废止其许可。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三条，
载运客货或运输工具负责人或运输工具所属运输业者，违反第十四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或管理之规定，或违反第二十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有关办理进出口通关、执行运输业务通关事项管理、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或换发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转运、转口、进出口通关申报业务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通过第83条之1。第83条之1，承揽业者违反第十四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或管理之规定，或违反第20条之1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申报内容、程序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或通关事项管理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申报货物舱登及办理转运转口业务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通过，增订第83条之2。第83条之2。财政部指定之业者违反第十四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或管理之规定，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办理转运转口业务。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84条。第84条，报关业者违反第22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或办理报关业务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之报关业务或废止报关业务证照。报关业者因报登申报错误而有前项情事者，与海关发现不符，接获走私密报通知实施事后稽核前，主动依第17条第五项规定及第6项锁定办法，代理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申请更正报单，并经海关准予更正，免依前项规定处罚。专责报关人员违反第22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责报关人员职责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之报关审核签证业务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通过第85条。第85条，保税运货工具所有人违反第25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运货工具使用管理、及时追踪系统之规格装置、吹机封条之加封、解封程序、维持及时追踪系统运作或电子资料传输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中运货物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86条。第86条，货站或集或货柜集散证业者违反第14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或货柜之存放移动、
通关货管理之规定，或违反第26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货柜及货物之存放、移动通关货管理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货主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万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禁除货柜及货物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增订第86条之一。第86条之一，经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之业者，违反第26条之一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自主管理应办理之事项，专职人员应具备之资格、任务或人数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万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部分或全部自主管理事项，或废止其自主管理之核准。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87条。第87条，经营快递业务之业者，办理快递货物通关，违反第27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业者资格、货物态样、货物识别、货物申报、理货或通关程序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快递货物通关之业务，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88条。第88条，保税仓库业者违反第58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仓库之设备建置、货物资存储或管理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禁除保税货物、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通过。第89条。第89条，保税工厂业者违反第59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工厂之设备建置、保税物品之加工管理、通关货产品内销应办补税程序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保税工厂业务之一部或全部、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条文通过。第90条。第90条，物流中心业者违反第60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货物之管理或通关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货物禁逐、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通过。第91条。第91条，免税商店业者违反第61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货物之管理、通关或销售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免税商店业务之经营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通过。第93条。第93条，依第20条第3项、第20条之一第2项、第25条第3项、第26条第2项、第58条第4项、第60条第4项规定，缴纳保证金之业者，欠缴依本法规定应缴税款、规费或罚锾时，海关得就其所缴保证金抵缴，
保证金因前项抵缴额不足时，海关得通知于一定期限内补足差额，借期不补足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业务之经营或废止其登记。宣读完毕。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95条。第95条，依本法应缴或应补缴之下列款项，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经限期缴纳，借期未缴纳者，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一、关税滞纳金、滞报费、利息；二、依本法所处之罚锾；三、处理变卖或销毁货物所需费用，而无变卖价款可供扣除或扣除不足者，但已在处理前通知纳税义务人者为限。四、依本法追缴之货价，纳税义务人对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缴纳有异议时，仍用第45条至第47条规定。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三款应缴或应补缴之款项，纳税义务人以第45条规定申请复查者，得提供相当担保申请暂缓移送强制执行，但以依第45条规定提供相当担保申请将货物放行者，免再提供担保。第一项第一款应缴或应补缴之关税，应较普通债权优先受偿。本法中华民国111年4月26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纳税义务人对第一项第四款之处分申请复查者，仍依复查程序办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79条删除。第97条删除。报院会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4条，转运转口货物之通关，应填具货物舱登、转运申请书及其他转运转口必备之有关文件，由运输工具负责人、运输工具所属运输业者、承揽业者或财政部指定之业者向海关申报。转运转口货物得经海关核准，暂时储存于货证或货柜集散证。第一项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管理指定之业者，与前项货证或货柜集散证业者就转运转口货物、货柜之存放、移动、通关、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25条。未经海关放行之进口货物、经海关验封之出口货物及其他应受海关监管之货物申请在国内运送者，海关得核准以保税运货工具为之。经海关指定之保税运货工具应装置及时追踪系统，其载运前项货物应加封车机封条，维持及时追踪系统正常运作，及传输电子资料至海关指定之资讯平台。第一项保税运货工具所有人应向海关申请登记及缴纳保证金，其应具备之资格条件、保证金数额与种类、申请程序登记与变更、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运货工具使用管理与前项保税运货工具之指定、及时追踪系统之规格、装置、车机封条之将封与解封程序、维持及时追踪系统运作、电子资料传输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26条之一，依本法登记之货证、货柜集散证、保税仓库物流中心及其他经海关指定之业者，其原有海关监管之事项，海关得依职权或申请核准实施自主管理。经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之业者，应至专责人员办理自主管理事项。海关对实施自主管理之业者，得定期或不定期稽核。第一项自主管理应办理之事项，业者应具备之条件、核准、废止、专责人员应具备之资格、任务、人数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75条，海关依第13条第二项及第42条规定进行调查时，被调查人规避、妨碍或拒绝提供资料，到场被询或配合调查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万元下罚锾，并通知限期配合办理；借期未配合办理者，得按次处罚。
第77条，依法办理免征记账及分期缴纳关税之进口机器、设备、器材、车辆及其所需之零组件，应缴或追缴至关税延不缴纳者，除依法移送强制执行外，自缴税期限届满日或关税记账日翌日起至税款缴清日止，照欠缴或记账税额按日加征滞纳金5%，但不得超过原欠缴或记账税额15%。中华民国111年4月26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时，欠缴应追缴税款且尚未计征滞纳金者，适用修正后之规定。第79条，外销品原料之记账税款不能于规定期限内申请抽销者，应即补缴税款，并自记账之翌日起至税款缴清日止，照应补税额按日加征滞纳金5%，但不得超过原记账税额15%。前项记账之税款由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征滞纳金：一、因政府管制出口或配合政府政策，经核准超额储存原料；二、工厂遭受天灾事变或不可抗力之事由，经当地消防或税捐稽征机关证明属实；三、因国际经济重大变化，致不能于规定期限内抽销，经财政部及经济部会商同意免征滞纳金；四、因进口地国家发生政变、战乱、罢工、天灾等直接影响订货之外销，经查证属实；五、在规定充退税期限届满前已经出口，或在规定申请充退税期限届满后6个月内出口者。中华民国111年4月26日修正之本条文施行时，欠缴应追缴税款且尚未计征滞纳金者，适用修正后之规定。第81条，经营报关、运输、承揽、仓储、货柜及三证及其他与通关有关业务之业者，违反第10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办理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通关资料之登记、管理或通关程序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加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之连线报关。第82条，经营于海关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通关资料业务之通关网路业者，违反第10条第5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营运项目收费基准、营业时间或管理之规定者，由财政部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传输通关资料业务或废止其许可。第83条，载运客货运输工具负责人或运输工具所属运输业者，违反第14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或管理之规定，或违反第20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办理进出口通关执行运输业务通关事项管理变更登记、证照日申请或换发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则停止6个月以上转运、转口、进出口通关申报业务或废止其登记。第83条之一，承揽业者违反第14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或管理之规定，或违反第20条之一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申报内容、程序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或通关事项管理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申报货物仓登及办理转运转口业务或废止其登记。第83条之二，
财政部指定之业者违反第十四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之申报方式、通关程序或管理之规定，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办理转运转口业务。第84条，报关业者违反第22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征召之申请、换发或办理报关业务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之报关业务或废止报关业务征召。报关业者因报单申报错误而有前项情事者，与海关发现不符，接获走私密报通知实施事后稽核前，主动依第17条第5项规定及第6项锁定办法代理纳税义务人或货物输出人申请更正报单，并经海关准予更正，免依前项规定处罚。专责报关人员违反第22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职报关人员职责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之报关审核签证业务或废止其登记。第85条，保税运货公。运货工具所有人违反第25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运货工具使用管理、及时追踪系统之规格装置、车机封条之加封、解封程序、维持及时追踪系统运作或电子资料传输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装运货物或废止其登记。第86条，货站或货柜集散站业者违反第14条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转运转口货物或货柜之存放移动、通关或管理之规定，或违反第26条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征召之申请、换发货柜及货物之存放移动、通关或管理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进出货柜及货物或废止其登记。第86条之一，经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之业者，违反第26条之一第3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自主管理应办理之事项、专责人员应具备之资格、任务或人数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部分或全部自主管理事项，或废止其自主管理之核准。第87条，经营快递业务之业者办理快递货物通关，违反第27条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业者资格、货物探样、货物识别、货物申报、理货或通关程序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情节重大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快递货物通关之业务或废止其登记。第88条，
保税仓库业者违反第58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仓库之设备建制货物之存储或管理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上禁除保税货物、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第89条，保税工厂业者违反第59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保税工厂之设备建制保税物品之加工管理通关或产品内销应办补税程序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保税工厂业务之一部或全部，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第90条，物流中心业者违反第60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货物之管理或通关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货物进出，按月汇报或废止其登记。第91条，免税商店业者违反第61条第4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换发货物之管理通关或销售之规定者，由海关予以警告，或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命其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按次处罚，处罚3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免税商店业务之经营或废止其登记。第93条，依第20条第3项第20条之一第2项第25条第3项第26条第2项第58条第4项第60条第4项规定缴纳保证金之业者，欠缴依本法规定应缴税款、规费或罚锾时，海关得就其所缴保证金抵缴，保证金因前项抵缴为不足时，海关得通知于一定期限内补足差额，届期不补足者，得停止6个月以下业务之经营或废止其登记。第95条，依本法应缴或应补缴之下列款项，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经限期缴纳，届期未缴纳者，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一、关税滞纳金、滞报费、利息；二、依本法所处之罚锾；三、处理变卖或销毁货物所需费用，而无变卖价款可供扣除或扣除不足者，但已在处理前通知纳税义务人者为限。四、依本法之缴之货价，纳税义务人对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缴纳有异议时，准用第45条至第47条规定。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三款应缴或应补缴之款项，纳税义务人依第45条规定申请复查者，得提供相当担保，申请暂缓移送强制执行，但依第45条规定提供相当担保，申请将货物放行者免再提供担保。第一项第一款应缴或应补缴之关税，应较普通债税优先受偿。本法中华民国111年4月26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纳税义务人对第一项第四款之处分申请复查者，仍依复查程序办理。第97条删除，宣读完毕。删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关税法增订第26条之一、第83条之二及第86条之一条文，删除第97条条文，并将第14条、25条、第75条、第77条、79条、81条至第83条之一、84条至第86条、87条、第88条至第91条、第93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党团协商
通过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关税法条文中有规范违规情节重大者及第八十三条之一、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六条之一及第八十七条，财政部关务署应于该法公布施行后一年内，以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明定符合情节重大之违规行为，海关应采取停业或废照处分，以加强海关监管力道。宣读完毕。报院会依协商结论，照案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首先请曾明忠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谢谢主席、副院长。本席提案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刚刚完成三读，我有三点意见。第一点，修法缘由鉴于近年屡有货柜调包、掩护毒品等走私情势，显示海关对边境的查验及管理效能不足。为了强化边境的管制，所以本席提出修正草案。修法的重点第一项，增订转运、转口货物通关及暂时储存规定，并授权财政部订定相关的规定。第二项，强化货站、货柜集散站及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业者之管理，还有货物的监控强度。第三项，要求经海关核准实施自主管理之业者应设置专责人员进行相关管理。第四项，增订载运客货运输工具负责人，运输工具所属运输业者、承揽业者、财政部指定业者及货站或货柜集散站业者，假设违反相关的规定，相关的罚则予以提高。最后一项是提高保税运货工具所有人、货站还有货柜集散站业者违反相关规定的裁罚额度。那第三点是修法的效益。这一次修法通过之后呢，可以落实边境的查验管制，能够建立优质的经贸环境，维护国民健康及社会经贸安全。谢谢。谢谢。接下来请张其禄委员。主席、各位大院委员，好，那我想哈，这个随着国际海空贸易的这个发达哈，各国对于这种货物的出入关皆需有一定的标准流程跟法制的建制哈。那这一次的这个关税法的这个立法跟修法的目的哈，便是基于此哈。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 COVID-19 疫情严重哈，各行各业景气虽萧条，但是航运业哈近年来却逆势的这个成长跟发展哈，这也使得台湾在国际货运上有着这个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使我国境内这个商港的量能日益扩大，货柜的吞吐量也日益增加。不过哈，在货运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哈，在走私毒品、好枪支、猫狗、动物等这些可能这些危害我国食品健康安全的这些物品不断的进入我国，也造成这个治安跟食安的各方面的疑虑。所以因此除了要强化政府端及业者端的这个监督跟自主管理的责任之外，也应该配合近期在 5G 及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来建制像物联网即时监控系统技术等，以使这个保税货物的这个运输的业者的这个载运的货物能够较过去更为精准，也借着这种科技执法来降低各种犯罪的这个行为。而这也是本次这个朝野各党团所达成的共识，并在此次修法中我们要求各行政单位应尽速来完成的这个重大工程。那另外本次民众党也主张，对于违反相关规定未达到三次以上并且再犯的业者，应加重这个惩处的力道，并改为强制的执行，使这些不肖业者不要再心存侥幸，更能做这个有效的这个边境的把关，降低风险。而这样的主张我们今天早上也透过党团的协商
各党团也达成共识，并提出附带决议，针对情节重大的这种各种违规行为，这里面包括83条之一、84条、86条、86条之一及87条等，来透过明定裁量基准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裁处停业或废照的处分。我想未来关税法正式上路之后，我们也会持续监督相关的这个科技设备的这个落实情况，以及相关的法令的这个落实，以滚动式的来检讨。谢谢。谢谢。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公路法第65条及第81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地会起第84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报运会本案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讨论事项第六案，建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11年4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张兆琪委员洪禄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并邀请相关机关列席报告并被质询，委员杨琼英等说明提案要旨，内政部部长徐国勇报告及法务部等派员列席被质询。经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文卷、本案并案审查文卷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张召集委员洪禄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张委员洪禄补充说明。张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叫党团协商，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议审查会议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建筑法第77条维持现行条文，请宣读第77条之一。第77条之一，为维护公共安全供公众使用，或经中央主管建筑机关任有必要之非供公众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筑物，其构造、防火、避难设施及消防设备不符现行规定者，应视其实际情形，令其改善或改变其他用途，其申请改善程序、项目、内容及方式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81条维持现行条文，第91条维持现行条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77条之一，为维护公共安全供公众使用，或经中央主管建筑机关任有必要之非供公众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筑物，其构造、防火、避难设施及消防设备不符现行规定者，应视其实际情形，令其改善或改变其他用途，其申请改善程序、项目、内容及方式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建筑法第77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报院会因疫情关系，高鸿安委员未能出席本次院会，高鸿安委员所提本案完成三读程序后之书面发言资料列入公报记录。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赖副院长。我想各位立院同仁、各位媒体朋友，今天建筑法的三读通过，今年以来东部外海陆续发生多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让全台都为之震动。还有学者提出预警，认为台湾已经进入强震百年的周期，不排除还会发生规模8以上海沟型地震的可能性。加上去年10月高雄城中城大火酿成46人的死亡惨剧，为了提高老旧房屋耐震度和防火效果，加强原有合法建筑物的构造安全，今日三读通过了修正建筑法，针对供公众使用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建筑物，
它的结构安全如果不符现状规定，应该令其改善或改变其他用途，以保障民众居住的安全。其实对于耐震度或者防火等建筑结构的要求，不分是公共建筑或是公寓大楼等一般住家，只要是不符规定的建筑物，都应该加强要求来补强。尤其是88年12月31日以前申请设计新建的建筑物，因其耐震设计的标准较低，可能有耐震能力不足的问题，全国约有36000余件，那政府应该给予补助。但是全国建筑物耐震安检及辅导重建补强计划108年到110年编列了54亿元，其中建筑物耐震安检措施的34亿元去年已经执行结束。我们希望为内政部未来能够加强相关的预算编列跟执行，保障人民的财产安全。谢谢。谢谢。讨论事项第七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11年4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洪禄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并邀请相关机关列席报告并被质询，委员赵天麟等说明提案要旨，内政部部长徐国勇报告及法务部判员列席被质询。经报告截取拿完并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二项。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张召集委员洪禄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张委员洪禄补充说明。张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皆维持现行条文。请宣读增订第二十九条之一。第29条之一，本条例施行前或施行后，予取得建造执照之未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之公寓大厦，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有危险之余者，其区分所有权人应于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知后一定期限内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报备。因故未能于一定期限内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视实际情形展延一次，并不得超过一年。前项公寓大厦有危险之余之认定要件及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之期限，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任有必要时，得公告扩大认定要件，并另定其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之期限。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辅导或委托专业机构辅导另一项是公寓大厦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公寓大厦区分所有权人经依第49条之一处罚后，仍未依规定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者，必要时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定住户一人为管理负责人，其任期至成立管理委员会、推选管理负责人或互推召集人为止。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49条维持现行条文，增订第49条之一。请
第四十九条之一《公寓大厦物业第二十九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于期限内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者，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按每一专有部分，处区分所有权人新台币4万元以上20万元下罚款，并令其限期办理，届期仍未办理者，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55条维持现行条文，请案经过二读，现有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29条之一，本条例施行前或施行后，于已取得建造执照之未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之公寓大厦，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有危险之余者，其区分所有权人应于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知后一定期限内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报备，因故未能于一定期限内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视实际情况展延一次，并不得超过一年。前项公寓大厦有危险之余之认定要件及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之期限，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任有必要时，得公告扩大认定要件，并另定期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之期限。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辅导或委托专业机构辅导第一项之公寓大厦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公寓大厦区分所有权人经依第49条之一处罚后，仍未依规定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者，必要时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定住户一人为管理负责人，其任期至成立管理委员会推选管理负责人或互推召集人为止。第49条之一，公寓大厦物业第29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于期限内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办理报备者，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按每一专有部分处区分所有权人新台币4万元以上20万元下罚款，并令其限期办理，届期仍未办理者，得按次处罚。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增订第29条之一及第49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通过附带决议两项：一、涉及公共安全检查与消防安全设备检修及设置供共同使用之无障碍设施等，因不受条例第11条一区分所有权人决议限制事宜，请内政部依此精神另予检讨公寓大厦规约范本；二、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施行前取得建造执照之公寓大厦，非经认定有危险之余者，仍应由中央主管机关责成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持续依本条例第55条拟定分期、分区、分类计划，辅导公寓大厦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以强化公寓大厦之维护管理，提升公共安全。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照案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首先，请邱成元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好，谢谢主席跟本院所有同仁。这次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修法是为了改善高雄城中城大火所引发老旧公寓大厦的公安问题。对于行政院在事发5个月内提出修正案，同时本院也于2个月内完成三读通过，此点本席给予肯定。这次通过的修法
无论是明定八十四年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施行前或施行后新建的公益大厦，凡是经认定有危险者，一律限期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并须完成报备，另征经通知辅导等程序，于其仍未成立管理组织并办理报备的危险公益大厦，按每一专有部分进行裁罚，可处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得按次处罚。期望这次修法后，各地方政府可以彻底解决老旧公寓大厦社区无人管理而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问题。同时，这也是本党修法版本第29条及第55条修正条文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本席也感到非常遗憾，这次通过的版本仅限于行政院版29条之一及49条之一的两个条文，而对于本院许多同仁提出的其他条文的修法版本，内政部都没有予以考量采纳。事实上，本党团也包含各界对其他条文的许多建议，包含为减少复合公寓大厦使用干扰及管理纷争，增订得分区规划管理组织，改善共用部分移交管理费收支纠纷，避免共用部分二次施工，加重起造人该期间之管理维护责任等等，都有并同检讨修正的必要。但是在这一次委员会审查的时候，都没有获得内政部的采纳。我希望内政部应该要持续针对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未完善的部分加强持续修法，健全管理机制。谢谢。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主席、本院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我想去年高雄城中城的大火酿成46人的死亡，41人轻重伤，而今年台中新中街的大火酿成6死6伤，造成严重的公安意外，引发大家对于大楼安全的重视。为了避免悲剧再度发生，今天三读通过的修正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强制要求有危险之余的公寓大厦一定要成立管理委员会或者推选管理负责人，并且要向直辖市、县市政府报备，如果没有遵守，可以处罚每一个所有权人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令其限期办理，如果还不遵守，可以连续处罚。我们期盼相关的修法通过以后，憾事能够不再发生，但是土法不足以自行。本席认为，强制成立管委会要有配套的辅导奖励措施，例如补助地方政府业务的经费，并对积极配合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给予奖励等，这样子才能有更大的注意。另外，大楼还有逃生通道阻塞、防火区划破坏以及管理维护不当等状况，如部分民众会在大楼楼梯间以及公共走道堆置杂物，还有有些大楼会遭人擅自拆除防火门或者防火门损坏未修等。大楼的公共安全平常就要做好，尤其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法以后，我们希望各地方的政府要管理的件数更多，但是也要做好横向的联系，强化老旧大楼的辅导稽查，保障民众的安全。谢谢。谢谢。讨论事项第八案，消防法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11年4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张召集委员洪禄担任主席，内政部部长徐国勇报告及法务部、经济部派员列席被质询。经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张召集委员洪禄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张元宏路补充说明。张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消防法，请宣读第九条。第九条第六条第一项锁定各类场所之管理权人，应依下列规定定期检修消防安全设备，其检修结果应依规定期限报请场所所在地主管机关审核。主管机关的配员复查，场所有歇业或停业之情形者一同，但各类场所所在之建筑物整栋已无使用之情形，该场所之管理权人报请场所所在地主管机关审核同意后，至该建筑物恢复使用前，得免定期办理消防安全设备检修及检修结果申报。一、高层建筑物、地下建筑物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场所，委托中央主管机关许可之消防安全设备检修专业机构办理。二、前款以外一定规模以上之场所，委托消防设备师或消防设备师办理。三、前二款以外，仅设有灭火器、标示设备或紧急照明灯等非系统式消防安全设备之场所，委托消防设备师、消防设备室或由管理权人自行办理。其项各类场所，包括歇业或停业场所，定期检修消防安全设备之项目、方式、基准、频率检修必要设备与器具，定期检验或校准检修完成标示之规格样式、附加方式与位置，受理检修结果之申报期限、报请审核时之查核处理方式、建筑物整栋已无使用情形之认定基准与其报请审核应备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二款一定规模以上之场所，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一项第一款锁定消防设备安全检修专业机构，其申请许可之资格程序、应备文件审核方式、许可证书和换发有效期间变更、废止、延展、执行业务之规范、消防设备师事之雇用、移动、训练业务相关文件之备制与保存年限、各类书表之呈报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继续进行三读，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九条第六条第一项锁定各类场所之管理权人，应依下列规定定期检修消防安全设备，其检修结果应依规定期限报请场所所在地主管机关审核。主管机关的配员复查，场所有歇业或停业之情形者一同，但各类场所所在之建筑物整栋已无使用之情形，该场所之管理权人报请场所所在地主管机关审核同意后，至该建筑物恢复使用前，得免定期办理消防安全设备检修及检修结果申报。一、高层建筑物、地下建筑物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场所，委托中央主管机关许可之消防安全设备检修专业机构办理。二、前款以外一定规模以上之场所，委托消防设备师或消防设备师办理。三、前二款以外仅设有灭火器、标示设备或紧急照明灯等非系统式消防安全设备之场所，委托消防设备师、消防设备室或由管理权人自行办理。前项各类场所，包括歇业或停业场所，定期检修消防安全设备之项目、方式、基准、频率检修必要设备与器具，定期检验或校准检修完成标示之规格样式、附加方式与位置，受理检修结果之申报期限、报请审核时之查核处理方式、建筑物整栋已无使用情形之认定基准与其报请审核应备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第二款一定规模以上之场所，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一项、第一款锁定消防安全设备检修专业机构，其申请许可之资格程序，应备文件审核方式、许可证书核换发、有效期间变更、废止、延展、执行业务之规范、消防设备实施之雇用、移动、训练、业务相关文件之备置与保存年限、各类书表之呈报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消防法第九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请李德维委员发言，并截止发言登记。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媒体先进。我想过去台北林森钱柜 KTV 的大火，以及去年高雄市城中城大火，都造成严重的消防公安问题，引发大家对于消防安全的重视。而今天三读通过修正消防法，提高违反消防安全设置、维护或者防火管理等规定的罚则，并赋予第一线同仁能够勒令停工的公权力，同时强制要求各类所有歇业或停业的情形，管理权人仍应该定期的检修消防安全设备，并报请所在地的主管机关审核，同时主管机关也得派员复查，并得定期来在相关的检修以及申报条件下来强化消防的安全，保障民众生命的财产安全。今年美孚仓储以及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的火灾，显见凸显了工厂火灾已经做大至难以限缩火烟以及扑灭火势。如此的情况凸显现行的工厂公共安全及相关的法规与设备已不足以面对潜在的风险，我们应该加强相关的改善。我想台湾的工厂仓储空间的公共安全应与世界接轨，提升初期局限火烟的灭火能力，限缩火灾伤亡以及损失的风险，提高火灾救场的安全性。最后，本席认为消防安全乃至于公共安全并非合法合格即可，应该本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依据空间使用的特性投资并调和其设备，如果只是在最低合法的标准下，并非不会发生火灾，安全也不会提升。这部分我们还要努力。谢谢。谢谢。发言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下午五时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首先请陈娇华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陈娇华等十四人，有鉴于事业废弃物再利用产量每年高达2000多万吨，且超过300万吨都是属于焚化炉处理
后的底渣。那这些焚化炉处理后的底渣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所以在环保署眼里，焚化再生力料应用于港区田竹这个用途的时候呢，请环保署应以现地试验结果召开公听会，落实资讯公开透明及公民参与，广纳在地意见，方可进入环评审查，并将需办理环评需办理公听会之机制明确增订于作业程序中，让再生力料填海造陆程序更加完备严谨，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陈嘉华等十四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下来请叶玉兰委员。本院委员叶玉兰等十一人，鉴于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灾风险大会通过仙台宣言，以及2015至2030年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明定预期成果与目标指导原则及政府优先行动领域，而国内企业主与相关管理机关常年来习惯于合法审查、安检合格、取得合法执照就可以的观念，期待政府与民间通力合作改善，建构减灾风险框架议题，试设跨部会、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与公司协力。原建议行政院成立公安政策评析与特殊空间减灾对策智库，召集相关部会及民间单位，一力建构符合防灾减灾框架，确保国家永续经营。本院委员叶玉兰等十一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报院会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现在散会。